相见欢，五代李煜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公元975年，宋朝灭南唐，李煜亡家败国，被囚禁戴罪于汴京，写下了这首词。这首词的意思是说，孤独的人默默无语，独自一人缓缓登上西楼，仰视天空，残月如钩，梧桐树寂寞的孤立院中，幽深的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清的秋色之中。那剪也剪不断，理也理不清，让人心乱如麻的正是亡国之苦。这样的离异思念之愁，而今在心头上，却又是另一般不同的滋味。再读一遍：相见欢，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